来，各位买我爸好朋友哈，太子万通北区市中心哦，屋况超优质的电梯华夏哈，电梯一层两户啊，一层两户哈，好，住户单纯，你看视野景观相当棒哈，而且采光相当的明亮，竟然就是一个大阳台玄关，我们看到好大的客厅哦，客厅非常的大。来，我们进来呢，有三间房间哈。第一间我们有看到儿童房哈，书房，小朋友一定要有书房才会喜欢读书。来，有没有看到每间都有 view， 都有树木、湖水，好 ，view 很漂亮哈。有提供冷气，屋主都有提供衣柜、系统柜、收纳柜都有提供给你。来，共用卫浴，共用卫浴靠窗，采光明亮。再来看到第二间，也一样格局方正哦。你看有没有看到？这是客房哦，很方正哦，而且有 view， 有没有看到？外面有树木，有水哦，风水相当好。再来我们看到第三间哈、哦，主卧房，好大的主卧房哦。哦，你看主卧房哦，它的衣柜、橱柜、系统柜都做好了。你看这么大，这么大，而且主卧房的有没有看到？主卧房的哦，那个。卫浴一样都有靠窗哦，很大一间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空间很大，有没有看到？很大一间主卧房哈、哦，好、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好漂亮啊，这个 view 好漂亮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哈、哦，三个房间，两厅两卫，两个大阳台，前后阳台，赚钱守财聚财。好、哦，你来这边做一个柜子，电冰箱，我们看到厨房哈、哦，它的空间间距好大。厨房间距好大，再来我们看到，有没有看到厨房有一个大的阳台，然后有看到 view 吧？有没有看到 view？ 好漂亮哈、哦！北区市中心太子万通哈、哦，这一间优质的电梯华夏三房两厅两卫，一定要把握机会，赶快来看房子，早早出手。这是台南市非常优质的电梯华夏，很棒的格局。好，来卖屋我爸哈，全台湾最爱房地产，卖屋我爸推荐哈，这个有平面车位，台南市北区市中心中华北路这边市中心哈，你看哈，屋主的是平面车位，而且是大平面哈，平面车你停了车还可以停摩托车哦，大平面车位哈，太子万通北区市中心这一间很抢手，务必把握哈，这一间真的优质。来哈，这边是公园，你看佛像哈，这一栋超漂亮哈，太子万通北区市中心哈，非常优质的电梯华夏火像啊哈，我们进来，你看管理室哈，很干净的管理室，你看很大间，你看哇，管理室就这么大啊，这管理室，我们来看中庭，太子万通三房两厅两卫啊，前后大阳台。好，而且它有平面车位，你看这边哦，垃圾分类啊，晚上倒垃圾，垃圾分类哈，还有管理员，你看整个电梯华夏八层楼哈，而且电梯一层才两户，不用等电梯，一层才两户，你看整个中庭很漂亮哈，太子万通啊，北区市中心啊，很漂亮的电梯华夏，三房两厅两卫。前后大阳台，哦，采光通风明亮，有平面大车位，这间一定要把握哈。哦